Stuck in my brain。 欢迎来到郭老师课堂。那么今天呢，要教同学们三位数以内的除法，其中包括有余数还有没有余数的。在郭老师还没有开始这一次的教学之前呢，老师要教同学们一个口诀：乘化减拉。如果同学们还没有学会二位数以内无余数的除法的话，同学们可以看郭老师之前的教学视频。话不多说，我们就直接开始教学咯。408除4等于多少？首先你必须找出它的除数，然后呢，数是画一个 L， 把 A 除的数目放进 L 里面，把除数放在 L 的外面，也就是左手边。接下去写上你的数位，写了数位过后呢，记得画你的括号。我们要做除法的时候，同学们还记得从哪一个数位开始吗？最左边的数位。这一次我们有三位数，最左边的数位是百位，那么我们就把百位写出来。我们把它写成乘法是多少？四乘多少等于四？我们现在就来背你的乘法表：400414。所以呢，括号里面我们要写一，在数式的百位你也要写上一。4，1等于4，乘了过后我们要画什么？画一条横线。再过后我们要减，4减4等于0。减了过后呢，我们要拉什么？拉下一个数位的号码，零拉下来变零。其实这个4减4等于0，你不要写也没有问题的。百位处理好了，我们就看十位，把它写成乘法是什么？4乘以多少等于0？4乘多少等于0？4，0等于0。所以在括号里面写零，在十位的数式括号里面也把你的答案写下去。4，0等于0。乘了过后画一条横线，画了横线过后你要拿来减，0减0等于0，对不对？那看老师说这个是零的话，你不写也不用紧，把8拉下来写8，这个零呢是可以擦掉的。现在我们剩下个位，4乘以多少等于8。现在我们来背你的乘法表：4×4=4，2×8。括号里面的答案是2。数式的个位那边你也是写上去4、2、8。我们已经乘了，我就要画横线，画了横线要减，8减8等于多少？等于0。那么还需要拉吗？已经没有数位给你拉了，它是没有余数的。408除4等于102。首先我们要找出哪一个是除数，写出你的数式画 L， 然后把被除的数目放进 L 里面，除数放在 L 外面。接下去写上你的数位，写了数位过后呢，放括号。除法我们每一次都是从最左手边的数位开始，要把它写成乘法。现在呢，我们就要背你的乘法表：20、21、22、24。同学们有没有发现，不管你怎么背，你都背不到三位数，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办？上一个视频呢，老师有教你说，你先看这个数目，还有看这个数目，你们要从这三个数目里面找出最接近三，然后要小过三的，到底是0、2还是4？答案是2。为什么不可以选四？因为四已经超过三了。为什么不可以选零？因为零不是最接近三的。在这里放一个括号，2、1等于2。乘了过后要画横线，画了横线要减。3减2等于1，减了过后要拉下来写零。现在呢，我们有两个数位要处理，有就是百位还有十位。写成乘法，看这两个，2乘以多少等于10。那么现在你们就背你的乘法表：20、21、22、24、23、6、24、8。2×50，括号里面我们是要填五，在十位这里呢，我们要填上五。2×50，我们乘了过后要画横线，画了横线我们要减，10减10等于0。等于零的话你不要写也不用紧，减了过后要拉，拉什么？拉旁边那个数位，把零拉下来写零。各位，我们要把它写成
乘法，二乘多少等于零？二乘以零等于零，后面这里写上二乘零等于零，乘了过后画一条横线，放一个减，零减零等于多少？零。还有数目拉吗？你有数目拉？三百除二等于一百五十。下一题，764除以5等于多少？被除的数目放进 L 里面，除数放在 L 外面，写上一个数位，记得发括号。除法，我们每一次都是从最左手边的数位开始，百位不乘以多少等于7。现在我们来背你的乘法表。0 0 5 1 5 5 2 10，怎么背都背不到多少等于7，把后面这三个数目框起来，这个7也可以框起来。现在我们要找出哪一个数目是小过7，是最接近7的，0 5 还是 10？答案是5。在这个一里塞个括号，在百位那边5 1 5，画横线，节减七减五等于2，把旁边的数目拉下来，也就是6。百位和十位，五乘以多少等于26？背一背乘法表。把这个擦掉它。不管你乘法表怎么背，你都背不到多少等于26。我们就要找出那个最接近26又小过26的。答案是25。在你这里发一个括号，写进你的数式里面。5 5 25，乘了过后画一条横线，画了横线要减26减25等于1，减了过后要拉旁边那个数位，也就是4，把它的乘法写出来，5乘多少等于14。你们告诉老师哪一个最接近14，然后小过14的？答案是10。在这个二这里放一个括号，数式写上5 2 10，画一条横线，减14减10等于4，没有东西可以给你拉。这个4呢，其实是你的余数，你的余数永远都不大过你的除数。最左手边的数位开始，9乘多少等于5。好，我们来背一背你的乘法表。9 0 0 9 1 9 9 2 18，不管你怎么背你都背不到9。同学还记不记得老师在第一次教你们二位数以内无序除法的时候，老师说最左边的数位填不到答案的话，老师叫你用颜色笔在这里涂红色，永远不可以放零，因为我们没有数目是从零开始的，那么我们就从百位和十位开始。9乘多少等于59？现在我们来背一背你的乘法表。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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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
吗？哪一个数目是小过59的？最接近59的答案是这个54。分列吧，分列五，画好起来。9、6、54。乘了过后呢，我们要画横线。画了横线过后，我们要减59减54等于5。过后我们要拉下来写一。十位还有个位，9乘多少等于51？怎么背都背不到51，怎么办？我们要找出那个小过51，然后最接近51，答案是40。我这里画一个括号，把你的这个五提进数式，9、5、40。乘了，我们要画横线，画了横线，我们要减6。那么再确认到底这个是不是你的答案之前呢，我们就要看它的余数，余数小过9，那么你的答案就正确。591除9，答案是65余6。除法
法，我们每一次都是从左边的数位开始，所以我们来看百位。6乘多少等于6？我们来背一背你的乘法表。6乘以1等于6，所以在你的百位这里写下去616。乘了过后，我们要画横线。画了横线，我们要减6减6等于0，那么这个0的话就不用写了，拉旁边那个数位的数目10位置里，把它写成乘法的话，6乘以多少等于3。600616622怎么背都背不到3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要找出那个最接近3，也要小过3的，就是0在这里，这个0放一个符号，在10位这里写上6乘0等于0。乘了过后画横线，画了过后要减，3减0等于3，把6拉下来16。6乘多少等于36？我们来背一背乘法表。在宿舍的各位，请写上6乘以6等于36。乘了过后，我们要画横线。画了横线过后，我们要减36减36等于0，答案是106。那老师也已经教完了任何数目除以一位数里面所有的技能，同学们只需要观看这个视频，你们就可以轻松回答除法的所有问题。那我们有缘的话，下次再见喽。拜拜。老师要同学们熟背这一个，哎呀，要反来了。下一题765。波兰系。如果同学们嚣张。55，然后余数是4，就写余4。302除以2，五乘0等于0，五乘1等于1。五乘二等于10，五乘一等于1哦。